时间三十分钟。主席，我们洪副院长、江院长以及各部会所长，首先请主席，请江院长。请江院长。院长好，哈，辛苦了哈。陈委员好。院长，今天国防部发布新闻哈，这个驻印尼代表这个夏立言先生呢，来这个发布这个人事啊，担任这个国防部的副部长。是。专业考量在哪里？对不起，专业考量在哪里？向委员报告，国防部的三两位副部长跟一位另外次长之中呢，我们通常有一位是比较负责对外的，包括军购，还有我们的军事外交。但是最起码要对这个军事，包括对军事各方面要有专业嘛，军方都没有人才啊。倒不是，当然不是这样讲。我想这个人选呢，我们经过跟总统、还有国防部、还有外交部都有过讨论。媒体报道说是为了这个拼经过的关系是吧？为了拼经过是吧？跟美国的关拼经过的关系才会禁用它是不是？我现在还没有看到这个人事发布之后的媒体的评论。但是以这个部长的人事不是行政院长要签合吗？对，我是说我还没有看到媒体我们人事发布之后的媒体反应，但向委员报告就如同之前这个杨副部长他也是这一方面的专才，就是说比较偏重我们的军事外交。这个从外交，从这个搞外交的来担任这个国防部的副部长，夏立言先生算是第一位了。以前也有过没有外交官来担任副部长的了。好，这个问题啊，我想哈，这个马英九总统呢，最诟病的、最让民众诟病的，就是用人哲学的问题啊。这一点呢，我想说，这个机会啊，也请邱部长一下，那个卫生福利部的部长，请邱部长。其实啊，院长，既然要用这个邱部长，就要放手让他去做了。我非常支持邱部长放手做事啊。不过哈，这个杨志良前署长离开的时候啊，我也曾经站在这边跟上一任的陈院长、陈冲院长跟他建议过了。我说啊，杨署长离开的时候啊，说卫生署有三颗啊，这个地雷啊，为什么他离开的时候跟总统报告，总统不会正视这个问题？之前也是杨署长也是总统任用的，那他要离开，讲出卫生署的这一些老问题，这些存在的这一些地雷股，这些地雷，结果呢，有没有设法去改善？结果我跟院长报告了，也希望院长能够真正介入卫生福利部的这一些哈。这些让邱部长好好的去改革，我已经不止一次在这里讲。我想这个问题啊，希望说哈，我绝对肯定这个邱部长，他有用心，他也曾经提出他的看法，但是改革不了。问题，院长。还请委员明示，我从来都非常支持，讲过很多次了。我非常支持我们各部会所长对他们部内的管理。这个我希望院长能够真正深入去了解了。现在最烂的部会啊，卫生福利部算是哦名列前茅了。部长，我讲这个哈、这个冰冻三尺啊，绝对不是这个邱部长任内才养成这样子的一个哈、这样子的一个文化了。这个院长我讲到这里哈，请邱部长你回座哈。另外哈，院长，马总统在这个国庆的文告上哈，这个公开表示两岸的关系不是国际关系，两岸的航线不是国际航线。讲同时呢，他说两岸的关系是一种特别的关系。特殊的。特别的关系。好。院长，什么特别的关系？向委员报告。我看不出来说他什么特别的关系。向委员报告，这是根据我们宪法还有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规定。院长是生怕的哈、从马总统多次的言论啊，马总统的核心价值、终极目标
是两岸统一，和九二共识，和这一些哦，他是推翻九二共识的。院长对两岸的论述，不然你讲出你的主张。委员，我的了解可能稍微有点出入，就是我的了解是马总统一直始终不统不独不武，让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关系。他最近所讲的这一些言论方向，可以很明确哦。老百姓台湾全民百姓不是傻瓜啦，大家都现在坊间都在传，已经不同意的啦，已经不同意的啦。所以说院长，我特别借这个机会啊，要提醒院长，从过去国民党来讲，大家都一直要保护中华民国这一个国家，生怕这个中华民国被拿掉，大家拼了命都要维持中华民国。不过哈，院长，我听到国民党一个大佬讲一个论述啊，我听了哈，真的很难过，也很恐怖啊，也很恐慌。他说啊，马总统，包括你江院长，包括金溥聪，对台湾、对国民党是没有感情的。这个我完全否认，而且要抗议。这个是哈，院长，你可以表达你的意见，没有关系。这是一个党国元老、党国大佬讲的话。我也认同中华民国。如果说委员要做相反的指控，委员必须要拿得出任何证据。这个不是我讲的，这是担任过党主席的人讲的呢。所以说，院长，这个哈，你今天会让外界感觉到说你对国民党、对台湾没有感情。委员在议场之中，我不谈政党认同的问题，但是我必须明白的跟委员讲，这个我认同中华民国，可能远比委员或者是其他人的想象。我希望说哈，我希望院长你应该讲说，我爱台湾，我爱国民党，我爱台湾。我刚刚不是讲吗？我的爱台湾，我认同中华民国，因为中华民国是我们的正式国民。所以说，院长为什么担任过党主席的人会讲出这样子的看法？哦，我想这个哈，可能在，我相信委员也可以有自己的判断。可能在哈，院长可能在未来的行政，而不是说因为讲的人他怎么说，这个行政的一个政务推动上面呢、啊，都要用点心呢、啊。啊，特别提醒院长哈、啊，民调的支持度啊，支持统一的哈、啊、只有5%，支持维持现状、终极统一的也只不过8%。啊，这个数字啊，我想哈、啊，院长不要背离民意哦，再做一些数字。所以有70%-80%的人是支持维持现状，而这就是我们的立场。我不晓得委员对这一点有什么不同意的地方。有70%-80%赞成维持现状，当然维持现状，对，而这就是我们努力的。一中九二共识，人民都可以接受。好，院长，我另外提一个看法，一个主张。我在立法院第四届的时候，就曾经提出呢，就是这个邦联的形式来定位两岸的这个发展。啊，院长的看法怎么样？您是说你在第四届的时候提出？就提出哦。啊，第四届我那时候不在政坛，对不起，那时候我比较不清楚细节。如果可能的话，邦联的形式哈、啊，来推动两岸的这个发展哈、啊。这个第一个可以减轻哦马总统的压力，也可以解决台湾啊走出去啊跟世界呢各国来竞争的这一些问题。第二个呢，在邦联的一个体制下，台湾跟中国大陆都是一个独立主权的一个国家，同时呢，各自在外交、法律、军事上都具备完整的这个独立自主权。所以说这个部分呢，而且邦联也可以解决两岸目前的困境，又可以帮台湾走出去，符合一国两制、一个中国，避免呢让台湾走向台湾独立。啊，这一个部分呢，因此所以说呢，啊可以。也可以求得呢，啊，这个在这个阶段呢，怎么样来推啊这个两岸的共识，从这个方向去思考呢，两岸和平的发展。院长对这样子的看法怎么样？向委员报告，对于两岸未来，尤其是在政治关系上面，应该怎么样处理，
这个社会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因为这就是台湾作为一个自由民主社会多元的本质。那么委员刚刚所提的主张两岸将来变成是一种邦联的形态，我们知道社会上也有人这样主张，我们对于这样的主张，对于委员基本上有这种主张的人，这个主张跟我们现行中华民国宪法的规定并不符合，所以我们以中华民国宪法的立场来讲，我们现在还没有邦联的宪法可以修正啊，那就是要修宪。但是对，但是问题是你国家领导人跟你行政首长要同意朝这个方向来推嘛，这是委员的政治主张，我们基于对委员的尊重当然可以理解。这个院长，我还是针对我的看法跟你建议了哈。另外哈，执政党的满意度哈一直哈，包括我们行政团队一直没有办法提升了哈，这个满意度没有办法提升，其实院长就是两个问题，一个哈就是行政效能的问题，一个是经济动能的问题。我想该注意的问题很多，当然这两个也是其中的问题。这个马总统在国庆文告的时候特别提到台湾经济的这个自由化的发展哈，同时呢要加速推动自由经济示范期啊哈，自由经济岛，这个院长这个也喊很久了啊。喊了一年了，但真正动手来做是今年我上任之后，我们自由经济示范区的计划是在今年核定的。那我请教一下院长，自由经济示范区的一个优惠条件呢、啊？什么时候要公布？我们的条例打算在今年底之前会送到立法院来。院长是这个哈、啊，现在是十月二十，现在啊大家都在拼经济啦。中国大陆上海的自由经济区，八月。国务院通过，九月二十八号马上挂牌。中国大陆没有像我们这样的政治体制，很多人很羡慕，但是也有它的缺点。问题是我刚刚讲的行政效力啊，跟经济动能，这个就是行政效力、啊。社会，尤其在三权分立型的社会，就权力分立制衡型的社会，我们的决策不可能像一个专制国家那么快。到现在 啊，院长。我们这个自由经济示范区的主管机关哈、啊，是经济部，是交通部，不傻傻了，被谁看不？企业界也看不懂，然后只是现在听那么久，听口号。老板，向委员报告，自由经济示范区将来主管机关会是经济部，因为这个法案的主管机关会是经济部，但现在是有经建会先做换会的在这个部分呢、啊，在这个部分呢，你讲的和我听到的。看我听到的这个哈、哦、基本上啊、哦、有一点落差了，我是不晓得你们问题出在哪里，你们自己的团队问题出在哪里了、啊、哈、哦、这个问题啊，我想委员不妨以我这边所讲的为准，因为我们是在国会殿堂所做的咨询，经济部为主。那未来这个自由经济交通部之所以会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是因为在我们第一阶段以自由贸易港为它的主要的腹地或者是基地，所以交通部当然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我提出这样子的问题，第一个最重要就是希望这个自由经济示范区既然是要推啊，这个哈、啊、这个效这个行政效能要能够展现出来啊，不是用喊口号。院长你刚刚讲从年今年才开始啊接手来推动这个自由经济示范区核定之后就是推动嘛，就是推动这十个月来嘛，已经十个月了嘛，还不到，啊、哦，已不到也差不多嘛，差不多就现在就十月，一般的说法来讲，而且我们第一阶段十个月啊就已经开始了。院长，十个月看到什么了？就是还不到十个月。我比较不能接受就是哈、啊，我们的行政效能，委员，跟民间呐、啊，跟院长，跟委员没有来，跟民间企业的。那个行政效推动的进度是非常的密集，我们也很希望跟地方政府一起合作。院长，你如果讲这样子的话哈，我另外再套上一句话了，这是你们自我感觉良好了。这个你如果一直要辩驳这个问题，就是你自我感觉良好。我们不敢自我感觉良好。如果是从外面企业界的重要施政，所有产业的投资没有像这样子凝固化的。这个院长，我建议你有这个问题存在了，你谢谢委员的提醒，要怎么去加快脚步哈、哦？实际上，这个哈、哦、有一些问题啊，在各部会摆着
好，你现在讲这个，我在讲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经济问题了哈。这个全球促进啊、这个全球的这个经济论坛出版了全球促进贸易的一个报告啊，针对四大类，第一个、啊、来评比了哈，针对市场开放、对边境管理、对运输及通信基础建设，第四呢就是商业环境，这四大项来做评比。院长，台湾啊，这个2012啊，这个新加坡是排名是哈、啊、第一名，这个香港第二名，台湾第29名，啊，台湾是29名。我跟你讲，另外哈、啊，就是针对整个世界经济的一个评估啊。对，这个和投资环境都有关系、啊。我们在世界经济论坛最近这四年的评比连续都是上升的，29名啊，上升29名，这样29名就很满意了，是不是？不是，委员，我们要讲的是总评还是单项？好，这个好单项，我针对哈，针对这个海关的这个管理效率啊，海关的管理效率项目，你当然可以讲说它比起其他国家还有进步的很大的空间。2012年海关的管理效率哈、啊，我们是哈、啊，2010年到12年哈、啊，我们是评比是51名，全世界啊，50名，比中国大陆还烂呢、啊。中国大陆40名，45名。是，我说委员看到的三项。所以说、啊，这个院长，有这一些数据，都值得我们去检讨。会的，我们比较落后的数据或指标，我们都请经建会。在做检讨。这个院长，我讲一句比较不客气的话了哈，你用这样子的看法哈，从你们，这个第一个哈，自我感觉良好；第二个自己自认为是这个智慧非常好，都没有，从来没有。委员千万不要有这种感觉。这个老百姓的感觉就是这样子。我们是代表民意哈，每天在倾听民意是这样的。老百姓的感觉就是这样子。但是哈，院长，我特别要针对哈，专业我绝对相信专业，但是专业是一个区块，博士念的研究计划也是一个区块，但是和整体社会的考量那完全不一样。院长，你绝对要切记这一点呐、啊。我想哈，有很多事情，从这个整体社会的考量来讲。不是从专业的某一个区块，一个研究计划，一个研究计划就可以当院长啊？我们会好。这个哈、啊，这个很危险的啦，院长，我讲当部长这个也很危险的啦，院长，我讲这个这些逻辑理论哦。好，现在我们这个院长刚刚讲的，我们的官务的这个改革，因为评比那么差，这个和外资进驻来投资有很大的关系。院长对这个官务改革的这个计划曾经做过检讨没有？官务改革在这一次自由经济示范区的推动之中，就是我们变化非常非常大的一环。对啊，院长，什么时候要提出一套有竞争力的一个？现在已经在做了，我们修了好几个，多久修了好几个，多久要提出来？我可以请张部长向您跟委员报告，8月19号就完成了关港贸单一的窗口，所以进来哈不用跑很多签审机关了，一单一窗口就可以处理了。另外，我们也在正在建造智慧的云平台啊。这个是单一窗口，是我讲的哈，这个整个的一个关务的。这个管理效能哈，不是单一窗口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我知道是，不是单一窗口就可以解决问题。但是这是提升效率的很重要的一环啦、啊。单一窗口过去要跑国贸局，要跑港务局，所以说院长，这个哈、啊，这个我想啊，这个是其实啊，我们每常哈、啊、有在做生意都知道，我们的出口出去，进口的东西进来，所经过的这个关务的这一些啊业务来讲哈、啊，台湾呢、啊、是哈、啊。是繁杂的了，是问题最多的了。哦，这个我想哈、哦，这个你可以去问企业界了。这个人家做的评比哦，绝对不是哈、哦，绝对不是空穴来风或是没有根据的啦。但是要怎么改革这个计划啊？是不是啊，关路长？
这个计划可不可以拿一份啊？你提出来未来这个改革的计划可不可以？多久可以改革完成？关港贸单一窗口已经完成了，那现在配合自由经济示范区那个创新关务措施正在建造。要多久？就是所有的电子账册，就要厂商配合了，也不是只有海关了，就所有的厂商要有电子账册，然后我们做分级管理啊。然后这些法案都定在自由经济示范区条例里面，一立法完成我们就配合来做。对，自己要有主张啊，是不要说配合人家了，我们自己本身我们自己的，我跟委员报告，这是自由经济示范区条例里面一项很重要的一环了。好，那个管主委既然站在那边了，院长我试问一下这个观念的问题。总统说要推动自由经济岛，关部长你先回座没关系。总统说要推动自由经济岛，之前在总统参会的时候，我曾经跟总统报告说，境内关外的博弈啊，境内关外的这个在这个国际机场这个境内关外的这一个概念啊，我在跟总统报告说境内关外啊，这个管主委啊，总统就请这个管主委说，哎，那个主委你过来一下，这个陈委员提说境内关外的这个看法的一个开放博弈的看法，这个不是开放给国人进去赌的，那你要怎么成为自由经济岛？我在提到这一些问题的时候，我说国人是不可以进去的，是国外旅客进来进驻到这个航空饭店的时候还没入境，这个叫关外，还没入境，他住在这里，他可以在这里，在这里，国外可以在这里来，在这个国际旅馆里面来召开这个哈，这个整个国际区域的一个国际区域的一个会议，包括可以在设国际会议中心，然后在这个境内关外的模式的这个博弈开放了，结果管主委啊，总统，我跟总统报告了最起码五分钟以上，管主委来，这个包总统，哎，我们这个我们的主张就是怎么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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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主委有没有这回事？跟委员报告，那我就不用政府就不用改革了嘛，你政府的主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按照这个那天。过去的时候，我还记得那天参会是委员提到这个事情。那时候提到的时候，我本来你可以好好去研究博弈。那后来委员解释说不是，是关外。我说哦，那这个东西就可以检讨，可以看在是示范区。委员可能只记得前头那一半，因为那时候我不知道是在讲关外。所以说你也不知道，我还得跟你讲，总统，请你过来，你就哎怎么样？我们这政府的主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一直练讲到完。不是，我心里面听着啊，我们的台湾的法，我不晓得说哈，我心里面听着，我对管主委你的评价哈，就心里面想说，这管主委现实到底在哪里？要多听人家的建议啊，不见得哈，从学者专家哈，就对整体社会啊，就整体社会或整个全球化的竞争、国际社会的环境，怎么样去提升经济、提升国家的竞争力，各方面的一个考量。我想啊，诸位，这个哈，这是我希望啊，我希望在这个部分呢、啊，这个能够哈，能够这个好好的哈来思考一下，针对这个问题的啊。哦，会。另外哈，院长。总统在1998年的时候元旦的谈话中特别呢，就是说排除万难要打造一个精简弹性效能的这个政府、我看哦，从我这样子一直从好1998年到现在，我一直认为哈、这个都是口号了。这个行政院推动，管主任你请先回座哈、行政院的推动这个组织改造，这个人员呢，组织改造人员没有减少，反而有减少，反而减任官哈、有减少，
那个检验官部分有增加，但是总员额是绝对减少。院长，我讲一些数据给你听了，十九个部会已经完成组织法的一个修法了哈。当然，检验官越来越多了，高官越来越多。另外哈，政府的年度计划，啊，还包括说整个哈，这个组织改造以后，现在有五都，加上桃园，在明年要成为六都。中央的税收减少，中央的分配税收反而减少哦，因为县辖市的分配税款比较多啊，增加了，整个中央的税收少了上千亿。结果哈，院长，我们的包括说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业务移拨到燕霞市去的，业务移拨到燕霞市去的，结果哈，这些燕霞市增加了将近4000人，3700多人。中央的业务移拨了200项的业务移拨到地方政府去了，结果我们的预算哦，从1兆7000亿啊，到1兆9000多亿啊，年年在增加。这个中间有没有浪费人力的问题？中央政府总预算这几年并没有增加。100年1兆7344亿3400万。要把公务预算跟特别预算全部加起来，才看得出中央总预算。院长，这个哈，这个最重要啊，业务大量移拨到直辖市政府，中央的员额没有减少。人事费用，我们有拨给直辖市政府比较多的经费啦。我讲人事费用好不好？中央的人事费用哈，100年3948亿，101年4206亿，102年4258亿，怎么没有增加？院长，不要哈，我不晓得下面或是你的资讯。到底下面给你的资讯是有错误还是怎么样？我想不会，但是我这里也没有讲任何的资讯，我只是跟委员报告，我非常清楚总员额是减少的，我们的总预算是减少的。不要，我们委员在这里跟你做的建议，你可以私下去检讨。我跟院长报告，这是一个哈，我不能把单位点出来了哈。他说，其实我们现在啊。这个单位啊，这个业务量整个都减少了，差不多这个因为五都移拨的关系，业务量减少了多少？但是实际上人员闲置的状况啊，很严重。这是官员自己讲的哦。你如果说真的有听到哪一种单位有这样的说法，而且你不以为然，你大可以跟我们研考会讲。这个你要去。检讨你的团队的问题，怎么是我来当坏人？现在你叫我把小偷抓来给你说，这个是小偷。但是委员所反映的，如果至少让我们你最起码你自己要去啊，要去单位的话，整个中央部委现在因为整个五都变六都，这个整个所有的业务的这一些哈，这个业务团队是不是有浪费人力的这一些问题？要不然你看看呢、啊？102人4258亿，我不太清楚。如果是讲中央政府，我们怎么是？你怎么讲说？如果是五都的话，你如果是知道哪一个单位有这个问题，你跟我讲。我知道这个小偷，还记你知道他是小偷，你去帮我把他抓起来给我。没有，这个站长，你看看你们这个哈，你站长，你用这种哪一个这种看法和这种讲法，是过于腐烂，院长是可以就事论事来检讨的。院长，今天你在立法院哈，到立法院来备询，是要听一听民意看怎么样，民意代表的这实际上发现的问题，我们是不是有这个问题？而不是袒护你的团队啦！我不敢袒护我的团队，我正是要所有的今天我院长，不管是公司治理啦，人家外面批评说，你们公司现在怎么样怎么样，哪个怎么样怎么样，我们是不是要去注意这个问题？是要去，而不是说我们这些人都是好人，没有，都很用心，都很努力。我没有这样讲，因为你刚刚的看法和你的做法，就是有这样子的感觉啦。所有人家跟你建议的，
绝对是善意的给你建议。我相信委员是善意的，我们也很希望能够精简啊、不必要的一些人事。要不要检讨？可不可以检讨？当然愿意检讨，是。好，什么时候检讨？随时都检讨。多久之内要检讨？报告委员，我私底下再跟您做一个简单的报告。现在数据的引用啊，有些地方参考是有差。院长，中地方增加了哈，总共增加了将近4000人，中央员额没有减少。哦，然后这种状况啊、哦，这种状况中央有减少，那个组织改造以后也有增加的，整个员额是减少。所以说，院长，我希望说